哎呀，看这个仪堂是看了一下午了呀，马晶。这饴糖明明是甜的，怎么说是酸的呢？某些人从实招来，今天下午去买饴糖的时候，应该不是刚好碰见博王的吧？是不是担心宝娜公主跟博王殿下两个人？我是担心殿下会对公主不耐烦，露出马脚，所以才去看一眼的。是吗？没想到，他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。你怎么还不去准备完膳？你不是不饿吗？那公主和殿下总是要吃的吧？他们在外面吃过了。什么？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啊？吃过就好。公主和殿下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在你看仪堂的时候啊。人呢？在博王的别院。两个人准备练书法呢。公主请留步。听说博王殿下要教公主练字啊，为什么不在大厅练呢？我来准备墨宝啊。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怎么会麻烦呢？在大厅练的话比较宽敞，可以使人心胸开阔，非常适合练字的。书房安静，容易让人心静下来，但也容易让人犯困。公主会认真学习的。博王殿下，孤男寡女，难道你就不怕公主的清誉受到非议？我不介意啊。公主，既然郡主觉得不妥，我们这大厅练字吧。我才不要。马摘星，你是来捣乱的吗你？我跟你说个秘密好了，博望哥哥他买了一个香囊要送给我，但大庭广众之下他会不好意思的，所以我才找了个名目练字，好让他跟我单独相处。摘星姐姐，拜托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别打扰我们好不好？大厅人来人往，的确不适合练字，还是去书房吧，免得被人打扰。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我们走吧。一想到要和博王哥哥独处，宝娜心跳得好快，怕等会儿练字会手抖。如果你要握着人家的小手，宝娜是不介意的。博王哥哥，你站这么远怎么陪我练字呀？你不是应该要抓着宝娜的手然后陪我练字？无需人陪，只要心定便可下笔。公主回去坐吧。我不要，你不陪我练我就不回去坐。那正好，公主早点回去休息，本王还有公务要忙。我练就是了，我乖乖回去练字。我乖乖练字就是了。什么时候把香囊给我呀？
难不成他是要趁我睡着了之后再偷偷给我个惊喜啊？北京，怎么不小心睡着了？